要说吗？欢迎。主要吧，要不要不然不然中港节目重复就走了。当然，我们就好好学。好好在座来感谢，阿妈，本来含了英雄中，阿妈热情如热情啊，非常的感谢。感谢阿恁这些这个群众的交流，互相鼓励，互相鼓励。我们要来看南疆跨完这书，今天请来的我们南疆李德林先生。